在下村的朋友们呢，大家都知道黄华安老师。黄华安老师呢，是来自江西的一位资深音乐人。他从小酷爱音乐，半个多世纪以来玩转了二胡、板胡、吉他、葫芦丝、爵士鼓、小提琴等乐器。黄老师的二胡技艺精湛，培养了一批二胡的四级到十级的学生。现在呢，黄老师旅居夏洛特，依然不知疲倦地续写自己的音乐人生，以琴会友，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在 Zoom 上进行二胡教学，受到学生和家长们的欢迎。下面就请欣赏黄华安老师用二胡为大家演奏的《好日子》。大家好，主持人好，在祖国欢庆万家团圆喜迎牛年的好日子里，我们排除日情困扰，穿越时空，参加特别有意义的夏洛特华美协会新春大联欢，我感到非常的高兴。首先，我衷心感谢华美协会为我们搭建的这个人欢乐的大平台，让我们足不出户能够与华人朋友一起享受新年的喜悦，欣赏到华人朋友多才多艺的精彩表演，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感受到华人大家庭的温暖。祝愿所有的华人华侨朋友新年快乐，幸福安康。2021年，我们大家都过上平安吉祥的好日子。今天我用二胡为大家演奏一首好日子，希望大家喜欢。
常好听的好日子，把我们真的带入了这个万家庆团圆的新春祝福。大家有没有记得余光中的一首诗啊？小时候乡愁是一枚邮票，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那么今年呢，乡愁是一张核酸报告，我在这头，但故乡却说，哎，你就在那头吧，可别回这头。特殊的2021年春节啊，要是想家想亲人了，怎么办呢？咱有吉他和美妙歌喉啊。华人华语 Music 俱乐部的张征上次在迎新朗诵综艺庆典上演出了这首吉他弹唱《成都》，勾起了不少朋友的思乡之情。在俱乐部音乐老师 Lydia 老师指导下呢，日益进步。今天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时候，咱们下村的民谣歌手铮铮将再次为我们带来这首充满故乡情怀气息的《成都》。铮铮你好。OK，各位朋友，春节好，我是铮铮，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里给大家唱一首《成都》。2020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疫情中，因为拍摄一个关于中餐馆抗击疫情的视频，而和维尼老师结缘，参加了他组织的华人华语朗诵与创作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我和其他学员在维尼老师的专业指导下，学习、交流、朗诵和诗歌创作。从小爱唱歌的我呢，还有幸和专业的声乐老师 Lydia 学习唱歌。在俱乐部里，我学到了太多。更多的是感恩，在我还在不算太晚的时候，意识到，生活本来就应该是充满诗情画意的，不能因为生活的柴米油盐而忘记了琴棋书画诗酒茶。下面我要给大家唱的《成都》是一首非常走心的歌。听到这首歌，大家心里想到的可能是自己心目中那个眷恋和向往的城市。希望疫情很快过去，我们都能出去走走，无论是去成都、北京、巴黎、伦敦，还是来夏洛特，让我们都牵着幸福，拽着快乐，带着甜蜜，载着梦想，迈入新年，快乐度过每一天。
谢谢真真，太精彩了。他的成都一曲成都把我带回到成都的日日夜夜，我曾在那里读大学。好了，多才多艺的真真，我们夏洛特有很多多才多艺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呢，大家一定知道，就是高潮。他在前面已经为我们演出了精彩的相声，可是呢他又要下来给我们演另外一个节目。那么他有很多绝活，他会唱歌，能说相声。这个绝活呢，实际上呢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在去年中秋联欢会上，多才多艺的高潮的口哨经典让我们至今难忘。今天春晚现场他要为我们来一首口哨独奏《绒花》。好，让我们有请高潮。谢谢主持人小民。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有一首歌曲啊，在两部时隔40年的著名的电影里都是主题曲，它就是《绒花》。我来用口哨演绎一下这部作品，缅怀一下我们逝去的青葱岁月，豆蔻年华。Thank you.
谢谢大家。好，谢谢高潮，太美了。刚才在您吹口哨的过程当中，我看见下边那个观众留言，很多都人都写这个吹得真好，真好听，太美了。谢谢您，看来您真是多才多艺，不光这个说得好，吹得更好，而且好像一会儿您还会再唱一首。谢谢您。好，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张子元老师。张子元老师呢，曾是一名专业的歌唱演员，在北京歌舞团工作多年，毕业于中国歌剧舞剧院艺术系，先后学习了声乐、舞蹈和歌剧表演，参与了中国文化部文化艺术重点科研项目，曾出版过两本书，现在在 Chen University 教授声乐。今天张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一首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好，下面就请欣赏张老师有歌有舞的表演，有请张老师。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我是北京人，我就用普通话说吧。大家新年好。我搬到 Charlotte 已经十几年了。华美协会呢，每年都为我们华人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要感谢华美协会，受我一拜。以前吧，我在春晚上，我通常会选一些有歌有舞的一些表演。我在想啊，也许以后我会唱一些艺术歌曲，或者是歌剧选曲，无论是哪种形式，或者是哪种类型的歌曲，目的都是一个，那就是给您带来欢乐。谢谢你们。
太棒了，又唱又跳的精彩表演。团扇舞是山西大学音乐学院舞蹈团为我们下村春晚带来的第二个精彩舞蹈，把温婉的女孩们赴宴贺寿的婀娜多姿和柔美表现得淋漓尽致。下面就请我们欣赏团扇舞。明清两代声名远扬的晋商曾经驰骋天下500年之久，晋商立吴越，游楚魏，泛江湖，走荒漠，被认为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会有他们的足迹。吴剧《一把酸枣》就是反映晋商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极为艳丽的一朵奇葩，其中的舞蹈团扇表现的就是晋中的富商在生日宴会上多名女童前来道喜的场景，舞蹈婀娜多姿，婉约轻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舞蹈团扇。Thank you.
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舞蹈。谢谢山西大学舞蹈团为我们 Charlotte 特意录制的这个舞蹈，谢谢你们。好，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位青年歌手，他是呢我们这次春晚导演组的Lucy 的女儿，她就叫 Yanni。下面呢，请 Yanni 先给大家讲几句话。新年的伊始带给大家新的希望，朋友们新年快乐。好，亚妮呢今天给大家演唱的歌曲呢叫阿刁，讲述的是一个西藏女孩的故事。阿刁是一个平凡又普通的女孩，她的生活非常的不顺，但是呢这些不顺却没有磨平她的棱角，她常常忍饥挨饿，却又是一只自由的小鸟，它一直坚持着，追寻着那些非常渺茫的希望。岁月是公平的，每个人都会经历属于我们自己的痛苦和挣扎，不同的是我们面对的方式，是接受失败的困境，放弃抵抗，还是咬紧牙关，成为强者。每个坚强的女人都叫阿刁。阿刁住在西藏的某个地方，秃鹫一样栖息在山顶上。阿刁大昭寺门前铺满阳光，打一壶天茶，我们聊着过往。阿刁，虚伪的人有千百种笑，你何时下山？记得带上卓玛刀，灰色帽檐下凹陷的脸颊，你很少说话，简单的回答，明天在哪里，谁会在意你，即使都在路上。接受放逐困惑，自由就像风一样吹过，坎坷不平的路途，慢慢的脚步婆娑，慢慢的足迹斑驳，或者连一丝痕迹都不留在这里。可我还是不会因为痛就放弃希望，受过的伤长成疤，开出无比美丽的花，受过的伤长成疤，开出无比美丽的花。信仰，阿刁不会被现实磨平棱角，你不是这世界的人啊，没必要在乎真相。命运多舛，痴迷淡然，挥别了青春，
数不清的车站，敢于平凡却不敢平凡的溃败。你是阿娇，你是自由的鸟。青春数不清的车站，敢于平凡却不敢平凡的溃败。你是阿娇，阿娇，爱情是离悲伤的种子，你是一棵树，你永远都不会枯。我们呢，就是为了咱们这台春晚呢，我们有一个幕后英雄为我们制作了很多的视频，他是谁呢？他就是我们华美协会的会长，刘健国家的长子刘俊池 Brian， 他为我们制作的。他白天呢有很忙的工作，然后呢利用所有自己的这个业余的时间，给大家赶制了好几个这个非常棒的视频。就刚才这个阿娇，就是他亲自拍摄、亲自制作的。我想大家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喜欢。我刚才已经看到这个留言上，观众留言上真的是好评如潮。好，谢谢这个父子俩，谢谢刘建国，谢谢刘俊池，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对，我特意给会长说，一定要把 Brian 还有几位青年为我们这个志愿奉献的朋友们和家人们放在鸣谢的栏目里这个是我为我们这个志愿奉献的，非常棒，谢谢你们。刚才我们欣赏了人美歌甜的亚尼唱的阿娇，那么现在我们春节意味着思念，月亮则是思念最强烈的体现。月亮意味着团圆，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一首脍炙人口、大众喜爱的优美抒情歌曲。今天爱乐合唱团带来的是非常新颖的混声合唱，让我们来欣赏。夏洛特爱乐艺术团成立于2015年，当时我们是为了一场大型音乐会即黄河大合唱而走到一起来的。在接下来的5年中，我们把中国文化的精髓送入了社区、大学和老年公寓。我们的精湛演出受到了热烈反响。夏洛特爱乐艺术团为社区多元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Thank you.
感谢，非常感谢爱乐合唱团为我们带来非常感人的合唱。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非常的想念大家。你们唱得好，编辑的也非常好，谢谢你们。好，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个飞天舞蹈学校呢，它的前身是夏洛特敦煌艺术团，成立于2018年，是一支由青少年组成的舞蹈团队。下面呢，就请他们的指导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下面的舞蹈，有请。大家好，我叫 Aurora， 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新春快乐，牛年大吉。好，谢谢。刚才的舞蹈呢叫《春闺梦》，表演者是叫 Aurora 郑三丫同学，表演的非常棒，谢谢你。接下来我们欢迎爱乐艺术团于红团长为我们带来独唱《阳光路上》，有请于红团长。谢谢主持人，各位朋友们新年好。今年的春晚十分新颖，是用高科技把我们连在了一起，一样温馨，一样亲切。下面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阳光路上》，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谢谢，谢谢于红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唱和精美的制作。下面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小乐队，叫 Q's Band， 它是活跃在 Raleigh 地区的一个家庭乐队，由四个成员组成，出门曲、Tanya 曲、Melody 曲 and Julia 蔡，他们将首先给我们演出一首非常有名的曲子，最近是非常的受欢迎，叫《大鱼》。好，有请 The Q's Band。好的，大家新年好，我叫 Julia 蔡，这是我的女儿11岁 Melody Q。今天呢，我们两个先给大家带一对双重唱，叫做《大鱼》。《大鱼》这首歌呢，是在国内很流行的一首通俗歌曲，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加了一些我们北卡特色的 bluegrass， 就是蓝草风味，进行了一些改编。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版本。在这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得见你锁紧风起落，执子手吹散草茫茫烟波，大鱼的翅膀妈妈和小美女啊，演奏的很棒，唱的真棒。我们欣赏了这首非常好听的《大鱼》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一位特殊的男低音李石老师，他的《滚滚长江东逝水》央视版啊非常有特色，
他是2012年本科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同年以全系专业课第一名和综合成绩第一名被保送研究生。2013年获全额奖学金赴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深造，在海外分别与欧洲和北美多个歌剧院签约。好，让我们来欣赏他独特的男低音版《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优美动听，浑厚的独特的男低音